台风天下雨，疑似阻挡了视线，特斯拉撞上了一名女骑士。当时轿车行经新北市中和，但是驾驶竟然直接从内侧车道来右转，撞上了一旁女骑士。幸好人送医之后没有大碍，但是警方表示，驾驶没有依照规定转弯，最高可处1800元罚锾。下雨天，大马路上车来车往，只见左前方一台特斯拉想直接右转，但雨太大了，疑似没有看到旁边有机车经过，下一秒砰的一声就撞了上去。救护人员紧急赶到，这名女骑士还撑着伞等待救援。我吓得从此我再也不敢过的。机车在这边，对对对，那个汽车在那边，只有这样子才会发生这样子。它这个太，我它路口真的是比十字路口还要危险一倍。三号中午，外头下着雨，一辆特斯拉行经新北中和中山路二段福祥路口时，驾驶居然从内侧车道要右转，没注意，这下惨了，和机车发生撞击。女骑士头晕不适，送医治疗后还好，没有大碍。肖男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右转，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。特斯拉违规右转，没先开到外侧车道。警方表示，依规定最高可处1800元罚锾。台风天下大雨，用路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记者吴文莹、胡伟伦，新北市报道。